再给他，因为那里是他入港第一个入港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选的你们几位照排名顺序哈，但是什么时候的排名也正在变，但是非常客气。非常首先非常欢迎来自于我们台湾各地的顶尖好手齐聚我们台风球场。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台风球场立足彰化有40年的一个历史哦，那可以说带给我们这个乡亲哦，这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联谊的一个场域哦。那特别是我们董事长哦，从他刚刚的谈话，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高尔夫球的热爱者，而且很认真的在提携后进哦。那这个在高尔夫上的投资真的是不遗余力哈，所设计的这两栋。大也即将要完成哦，这个设计师是得到普利兹这个设计奖的一个大师哦，那我相信我们很期待未来是我们彰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请我们全台湾最顶尖的108位，其中排名台湾前40名的今天都到哦，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很谢谢董事长给我机会来行销一下彰化哦，彰化有山有水有平原。那大家这3天的这个赛事完了之后要轻松一下哦。那看你是要去棉花惹草，我就会建议你去田尾啊。我们这边花花草草很多哈，这都是很正常的，不用担心被狗仔遭到啊。希望每个选手最起码都能够打出你们心中的理想啊。祝我们大赛跟选手大家顺心顺利。这次台风球场其实做了一些变化。在第3栋以及第18栋的左边都有做了一些改变，那希望各位选手一样，大家能打出好的成绩。3，球场在彰化立足40年，那也这个让我们彰化的乡亲，不管是在球技或者在这个联谊上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益。实际上，非常多的生意大家都在高尔夫球上面去谈成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林董事长长期以来对于台湾的高尔夫球推动是不遗余力哦。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比赛呢，就有奖金到480万哦。那最主要因为呢，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呢，原本的国际赛改成我们的国内赛，提携更多我们台湾的一个这个选手，让他们能够更有这个国际的一个水准哦。那这个董事长呢，除了这个提携我们这个高尔夫球后进不遗余力之外，对于美学的这个要求更是严格哦。那我们台风球场也，他呢也邀请到聘请到这个普利兹奖的这个葡萄牙籍的这个设计师哦，来设计的西萨会馆相关的几栋这个大楼哦。那未来呢也会去这个绝对是会夺奖的哈，那也会变成我们彰化的一个这个地标哦。那除了提供给来的这一些爱好高尔夫球的伙伴们有更好的一个这个休闲，也提供给我们彰化县县民呢，有一个这个可以来这个亲近高尔夫，那可以来学习高尔夫的一个好场域。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你董事长，那把这个高尔夫球的人才带进来，那也促进我们彰化的一些消费，那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那我们的选手都能够突破自我，再创佳绩，为国争光。这个嘉兴会所跟西藏会所得到台湾的建筑评审团的奖项，这不是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但是我们相信呢，我们这个还会进军到国际，也会得到国际建筑奖项。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尚的一个运动文化以外，我们用这个建筑带进了一个建筑文化，这个建筑文化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彰化县走进这个世界建筑的地标，这个是对我们彰化县来讲是一个加分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叫美食，那我们的美食就是米其林级的主厨在这边有服务。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我们彰化说的在地的田尾的猪啊，还有鸭啦、鸡啦，都是我们来提升，配合这个美食来提升彰化的精致农业。这个精致农业啊，
像我们在山上那边，我们就自己种蔬菜，有机蔬菜来运用到我们的美食里头。所以我们不但是提示了运动的文化、建筑文化、美食文化、农业的精致文化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彰化，在我们县长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县政府的走进这个米其林可以评选的一个县市，然后呢，我们这个米其林的餐厅，不管我们的设备，不管我们的地景，不管我们的厨房条件，不管我们主食条件，绝对可以跃上米其林级，不会只有一星。我的目标是三星，我们的主厨也是要跃进世界级的主厨，因为他以前都做过东京全日本第二名的副主厨，也做过全那家也是全世界第十一名的经典餐厅，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呢，我们把这个建筑、休闲、美食、农业配合我们彰化县的推展，来做一个观光，让大家的台湾的人民，然后呢这些百姓能够提升他的生活水准。很好，来，看着我，看着我。来，这样看我来。